他们这么早发现食安的问题的话，怎么可能还会让资料泄密？到底哪些是可以当作标准 ？GMP 这个好像有用钱就可以拿得到了。为什么抓到那个老鼠屎之后，可以就是判得这么轻？我是卫福部部长蒋炳煌，11月18日。星期二晚上7点，行政院 open mic， 食安问题等你来问。